动到养生，由生活用品到衣食贴士，甚至系适合老人家嘅服务，我哋会为大家一一奉上。欢迎收睇《老友日常》。我哋嘅铺头嘅经营理念咧，就系希望透过我哋搜罗世界各地唔同种类嘅产品，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嘅新奇特别嘅设计啦，希望帮到我哋嘅老友记 Uncle Auntie 喺日常生活里边咧，生活得更加容易、更加独立、更加有自信。Hello， Hi， 德祥，你好，系。我呢度真系有好多适合老人家嘅用品喎。系啊。好啦，咁我哋不如睇下呢样先咧。好啊，几得意喎，啱花呢碌嘅。呢个咧其实系一个拐杖凳嚟嘅，咁咧攰嘅时候都可以坐啦，咁唔用嘅时候咧，咁样收起就系一支拐杖咯。哦，咁会唔会好难好难收放啊？咁样嗰啲咧，对于老人家嚟讲，其实咧就咁推出嚟就 OK 嘅，系啊，几方便嘅。不过如果高度方面咧，会唔会有呢个嘅限制啊？咁或者譬如有阵时啲矮啲嘅古。咁樣佢哋用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太高落？其實咧，呢個凳咧就 standard 嘅高度嚟嘅，咁就正常一般都可以用到咯。因為咧，如果張凳太矮，即係如果個拐杖太矮咧，嗰張凳就會好矮，咁坐低咧就會好難起身啊！又係哦，咁坐法嘅話應該就係、是、其實咧就同一般普通嘅折凳唔同嘅坐法嘅。你平時就喺後面咁樣坐啦，咁但係咧我哋呢個咧就喺前面坐。咦？呢、這個位仲可以係啊，坐一坐頭，我哋影相都得喎，係咪啊？除了拐杖凳之外，其實我同我比較喜歡什麼類型的輔助品？其實拐杖凳很受歡迎的，因為呢累的時候可以坐，因為叫起手在街上可能很難有凳坐的嘛。另外都會很多其他連拐杖遮那些都會很受歡迎的。是，所以看這個呢挺特別，顏色都有一模一樣，不過分別是不是就是純粹這個是拿著拐杖呢？這個呢是一個可摺疊的拐杖來的，咁佢又好靚嘅木柄啦，咁同埋咧，收起嘅時候咧就咁樣折，係啊，咁佢又分咗四折，咁可以擺背囊啊、手袋，咁啊非常方便。幾得意喎！咁咧一放手咧就自己會組合噶啦。哦，即係唔需要再自己去裝嗰啲嘢。係啊，唔使再裝㗎啦，好麻，好方便嘅依家係啊。咁如果要袋住佢出街，會唔會好麻煩？即係咁樣，我嚟叫老人家咁樣攞住出街。咁咧其實咧佢已經有一條 strap 啦，可以扣住呢度啦，同埋包埋一個袋嘅，咁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 handy 嘅禮物嚟噶。啲旅行式咁好型，好似啲人咧打007咁樣，係啊，特別特別用品咁樣。咦，我見到應該都係可調節式嚟㗎呢支。係啊，其實咧可以校翻個高度嘅，咁領鬆呢個啦，跟住就撳呢度可以伸長，係啦，咁即係領翻實咯。咁啊變咗可能高啲嘅朋友都可以用翻。咁而呢個手繩係做咩嘅呢？就譬如可能我要上車啦，我要攞銀包嘅時候，咁咧你就幫到我啦。呢、這個手繩穿住。